徐工推出的新一代 XLY100TB 路面养护车，能满足多种沥青路耕槽养护施工工艺，并具有一机多能、操作方便、可靠性高的特点。采用先进的热风循环加热技术，配备路面加热墙，能满足成品冷沥青混合料快速加热、废旧沥青混合料再生、新料拌合、路面就地再生等多种沥青路坑槽养护施工工艺。采用先进的变功率热风循环加热技术，将两吨常温沥青混合料加热至施工温度，只需16到20分钟，并可3到5分钟完成全部出料。采用柴油作为燃料，安全方便，采用了旋风除尘技术，降低了粉尘污染。路面加热墙采用变功率热风加热技术，可实现对沥青路面的快速加热，使沥青路面加热均匀，无烤焦老化，并可根据坑槽并焊面积及形状进行分区加热。配置上装发动机，施工时不需启动底盘发动机，可输出液压动力，用于快速连接液压镐等作业辅具，并可输出220伏、380伏电力，满足照明及电动辅具作业需求。采用智能控制系统，液晶显示屏可精确显示各系统运行参数，并具有故障诊断显示功能，具备自动上料功能。随车携带的压路机位于驾驶后方，并可液压升降，安全方便。可随车携带切割机、液压镐、吹灰机等多种辅具，并配备热沥青喷洒、乳化沥青喷洒装置，一辆车3个人可快速完成全部坑槽修补工序。